are very grateful for you for taking time out to join us in our office opening. 谢谢大家光临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已经请来了我们金刚媒体的三位老板，也就是我们金刚媒体的创始人，然后呢，跟我们大家说两句话。首先，先谢谢大家抽出这个时间呢，来到我们这个金刚媒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开幕仪式，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从九楼搬到六楼的三个 unit。那么金刚已经七年了，我们总共做了大概差不多接近500个 video。今年我们的一些计划呢，就是要拍这个所谓的这个 TikTok 的短剧，然后金刚媒体也开始要有自己的所谓的综艺节目，包括一些游戏，还有谈话性节目跟访问节目。当然我们更希望可以跟更多的商家合作。你们的影片放冰空的 logo 上去，大家就知道这个作品是属于 Hermes Grade 的啊。还有就是艺人这方面，我们也是会签下很多新人，先从一些网络剧开始，慢慢的才把他们带到可能是电影这方面。King Kong, hang on! Other than celebrating our office opening, we are also 7 years old!、Yeah. 希望金刚媒体呢，从今天开始再创高峰，艺人呢大红大紫，财源滚滚！恭、yeah. 祝大家笑口常开！Yeah. Hey, oh my-